福临，皇上有何吩咐？朕这福临现在睡着了，你把他杀了。朕要你现在就把他杀了。怎么，你下不了手？皇上。 他是您的儿子，他不是朕的亲生阿哥，你还不知道吗？皇上，他毕竟是个天真无邪、无辜的孩子。你真是为了这个美意，或者是多尔衮的钱软化了你的心肠啊？皇上认为钱能打动了奴才吗？那你是为了什么要跟多尔衮串通了来背叛朕？奴才没有背叛皇上。 奴才更没有跟多尔衮王爷有所串通啊！奴才想，皇上所说的串通，那只不过是多尔衮王爷向奴才打听庄妃娘娘的下落，奴才是据实以报，奴才真的不知道。既然你没有背叛朕，也没有串通多尔衮，那你就证明给朕看，把他杀了。奴才不明白，杀了九阿哥。 跟奴才的清白有什么关联？一定知道，他是多尔衮跟庄妃的孽种。如果你没有被多尔衮买通的话，杀这么一个孩子会有什么困难？困难是我的良心啊！皇上以前让奴才去杀了人，奴才从来没有一丝迟疑，因为那些。 不是罪有应得，就是为了巩固皇上的江山，开拓皇上基业，因此不得不杀。但是，面对一个无辜的孩子，奴才实在下不了手。你非下手不可，你非替朕把他杀了不可，朕不能再见到他。当朕看见他的时候，就好像有一万把刀在朕的心里面绞一样。当朕看见他的时候，就好像看见了庄妃跟多尔衮在做苟且的勾当。 你说这还能留他吗？朕要你把他给杀了。皇上，请您饶了这个孩子吧。他的的确确是无辜的，他对您的孝顺，对您的敬爱，跟您的亲骨肉有什么区别呢？在他小小的心灵里面，他只有皇上您，您才是他心中崇高的阿玛。换句话说。 九阿哥心里面绝对没有别的想法，只有皇上您，您才是他亲生的阿玛。皇上，求您饶过这个孩子吧。奴才伺候您这些年来，从来没有求过您什么，今天就求您放过九阿哥这条小命吧。皇上，皇上，你杀不杀？你到底杀不杀？皇上。 您就是打死奴才，奴才也下不了手啊！下不了这个手也要下。请皇上开恩，饶恕九阿哥吧。纵有千错万错，孩子本身并没有错啊。什么叫有错没有错？朕不愿意再看见这个孽种活在这个世界上。快杀他，朕免对朕的终身。皇上，您治奴才的罪吧。奴才实在做不到。 好，你不杀，我杀。皇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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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，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奴才不是有意的。皇上，为了那个孽种，你竟然会杀朕？皇上，奴才不是有心要杀皇上的。
奴才真的不是有心的，奴才只是要保护阿哥而已。你为什么那么护着他？你心里面只有这个孽种，没有我这个皇上。皇上，不，不，不是奴才，不是你，难道是那个孽种？你不配做一个天朝的皇帝，你要死在一个小孩子的手上，一个小孩子的手上。杀我的是这个孽种，朕还以为是希望，再也没想到会印在这个孽种的身上。皇上，您不要再费神了，奴才现在帮你急救。孕妇，你真的没有违背朕？皇上，请您相信奴才，奴才对皇上绝无二心，绝不会勾结任何人背叛皇上。请皇上不要再费神了，让奴才专心发功急救。总算还有一个对朕忠心的人，朕没有看错你，孕妇，没有用了。皇上，不要耗费你的真情啊，你应该比朕还要清楚。皇上，朕希望在死前听几句真心话，不然朕死不瞑目。那奴才就斗胆直言，皇上对多尔衮王爷的横刀夺爱，一个做皇帝的人连心爱的女人都不能要吗？可以要，但是一时大家不断的在受苦，朕原本要他享尽世上的荣华富贵，你知道朕是真的喜欢他，疼他，喜欢他，心疼他，就应该成全他，能为自己喜欢的人做点事，让他高兴，让他快活，这就够了。皇上所查的就这么一点。孕妇，有好多事你不清楚，做皇帝有皇帝的难处啊，朕也缺少知人善任的能力。皇上，朕不该只让你当总管太监呢。朕，皇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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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接壮妃娘娘回来。皇上，娘娘在什么地方？她在。皇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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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皇上。孕妇，怎么回事？皇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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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底发生什么事？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皇上，皇上居然会那么绝情，他想杀我，要残害大玉儿，这种报复的心态我还能够了解，但是没有想到他居然会对个小孩下毒手。王爷，我杀了皇上只有以死来赎罪了，王爷请治奴才的罪吧。现在不是治不治你罪的问题，而是有关大清国运的问题，眼前要面对的就是皇位的争夺，处理得不好，那就是大清的劫难了。我刚刚看皇上，并没有任何外伤。王爷，奴才一时情急，施出了独门的软绵掌，只会震断心脉，
不会留下任何外伤，那验不出来吗？从外表是验不出来的。好，那皇上就是无疾而终了。你发现之后，您也找人把我请进宫来。哦。只是有一件事情，我一直想追问皇上，就是庄妃娘娘的下落，现在。 王爷，娘娘的下落，奴才已经知道了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是皇上告诉奴才的。现在人正在佳木斯苦牢。佳木斯苦牢？王爷，佳木斯苦牢不是人待的地方，得尽快把娘娘给接出来才行啊。好，那你马上禀报李亲王，请他主持大局，我连夜赶到佳木斯去接庄妃娘娘。王爷，在这个时候，宫里面内外的事情千头万绪，您这么一走。 在想你儿子了，我决定明天就逃，不能再拖了。你最好再仔细想清楚一点，在这里撑着还有点希望，逃出去只是死路一条啊。逃出去才能活命。好吧，那我明天替你想想办法。谢谢你。 公主，您一个人行吗？有什么不行的？您好好待在这儿，有大灰狼照顾你，我也放心。只要我能活着出去，我一定会来救你的。啊！嗯。哎，动作快一点，不要偷懒！你们快点！哎！你们干嘛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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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
这就是我发现皇上病天的经过。皇上正值盛年，昨天早上在朝上还精神奕奕，神清气爽，到晚上就无疾而终。这里边就没有人想一想，会有什么问题吗？哎，皇上病天是件大事，当然不会掉以轻心。经过太医们会验的结果，皇上身上没有丝毫伤痕，也没有中毒的现象，的确是无疾而终。我倒要问问润福这个奴才，发生了这么重大的事情，为什么只通知睿亲王一个人？难道李亲王不是王爷吗？肃亲王不是王爷吗？三阿哥，你这么说话是存心要把大家伙一分为二吗？多多，我的话有什么地方不对吗？你刚才说润福只通知了睿亲王，没有通知其他王爷是不对的。你还口口声声地指出这个王那个王，却偏偏没有提到我这个裕亲王，也不提我同胞哥哥金亲王。你这分明是有阴谋，要分化我们三兄弟，制造事端嘛。多多，坐下来。三阿哥有疑虑，问问也是应该的。你也不要想太多了。三阿哥没提到我们，也许没有你那个意思，只不过认为我们是同胞兄弟，就不必一一指明了。三阿哥，由于事发突然，这是润福的紧急措施，也没有什么不妥。还有件奇怪的事，我一直都想不通。润福这个奴才，是皇上病天的时候唯一在场的人，同时他也是专门伺候皇上的人。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你睿亲王竟然派他出京办事去了，这跟规矩体制都不合。皇上病天，妃子理应在旁扶丧。润福身为内宫的总管，他去接庄妃娘娘回来奔丧，也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。这，哎，这个时候就不要为这些小事枉费口舌了，要商量的事还多着很呢。比如说，皇上的大丧应该如何处理？有没有留下遗诏？如果没有，又该谁来继承这个皇位？前不久，我曾经劝请皇上早立太子，这件事情皇上曾经亲口告诉过我，还要从长计议。皇上口谕的时候，我也在场。如今皇上无疾而终，完全事出突然，所以我想，不会留下什么传位遗诏的。没有遗诏的话，这事就麻烦了。干爹，这怎么办？你要替我想个办法。现在会跟你争皇位的只有多尔衮，上次那一刀要是捅准了，把多尔衮杀掉，什么事都没有了。哎，是啊，这么多个人竟然制服不了他一个人。好了好了，过去的事就不用再提了。哎，干爹，您可不可以出面去跟二伯那边商量商量，请他支持我？事情成了，我一定会重重的谢他。李亲王代善，我的二阿哥，真是一个懂得明哲保身的人，什么事情都不肯出头，都退在人后边。你要他明着替你说话，反对多尔衮，那是办不到的。那难道就这样算了吗？让我再想一想。现在实力是最重要的，现在第一步，你要赶紧抓住皇上原来有的正黄旗跟镶黄旗。你手上有了这两支部队的话，
再加上我的香兰旗，那我们就不怕多尔衮兄弟了。你刚才跟三阿哥说的话实在太有欠考虑了，我一直都在怕人家说我们三个同胞兄弟自成一个集团，所以我很少跟你们来往，以免引起别人的猜忌。以前要顾忌的不过就是皇上，现在你还担心什么？多多，你不要毛躁，皇上现在虽然不在了，但也有他现在不同的形势，我们兄弟有心，私下尽可紧密在一起，又何必让别人把我们当靶子来看呢？哎呀，这些话我们不说，别人就不会这么想了。阿哥，我跟阿济格都支持你做皇帝，谁也没有办法跟我们争啊。论实力，我们三兄弟有四旗的兵力，再加上京城的卫戍部队，又是您的嫡系，谁敢动一动？哎，话不是这么说，需要考虑的地方实在太多了。这个皇帝你到底要不要做？要做，我跟阿济格拼命也把你推上去。为什么你总是把什么事情都想得那么多呢？老是犹豫不决。我撇开我们是亲兄弟的立场来讲，今天谁有能力做这个皇帝呢？论聪明，论才智，论人和，论声望，谁还能比得上？反过来说，如果让豪格登了基，你想想我们大清会变成什么样子呢？怎么轮得上他呢？阿哥，你不做，我来做。只要你们支持我就行了。我不是不想做，而是豪格和济尔哈朗他们的实力不能忽视。弄不好，万一兵戎相见，那就不是我们大清之福了。好了，既然你想做，那就不要想那么多了。你现在担心也没有用，难道他吉人自有天相，老天爷会保佑他的。晚上睡觉不要说话。
公主呢？公主呢？这位公主呢？恐怕已经走远了，赶快继续找。公主。我认为继承皇位根本不是一个问题。肃亲王豪格是先皇的嫡亲长子，先皇在世的时候，为了培植他继承皇位，所以立他为四大辅政之一。他没有资格继承皇位，那谁还有资格继承皇位呢？比他更有资格的人，那就是多尔衮。自太祖以来，我们就没有立长的说法。先皇是老八，他一样当了皇帝，因为他能干、聪明、会打仗，就连作为奥格的李亲王，也从来没有要跟先皇争啊。多尔衮为我们大清立下了多少汗马功劳，大清的半壁江山都是他打出来的。豪格的聪明才智，能够跟他比吗？先皇封多尔衮为睿亲王，那个睿字，就是说他最聪明、最能干，所以这个王位只有多尔衮来继承，我们大清王朝才有前途。多多说的对，倒不是多尔衮是我的同胞兄弟，我才讲这样的话。只有他来当这个皇帝，才能完成太祖的遗命，实现先皇的心愿，问鼎中原。哼，你们说这种话，分明是一个比孔出气。你们三兄弟早有预谋，想篡位当皇帝。哼，你跟豪哥
才是一个鼻孔出气，谁不知道你想把他推上来做皇帝，你才好在后头为所欲为。多多，你说话要小心。你好了好了，你们不要吵了嘛。哎，坐坐坐坐坐，大家都是兄弟，有话好好说，有事慢慢商量嘛。嘿呀，继承皇位事关本朝千秋大业，所以请诸位王爷务必冷静从事，多加思考，千万不可凭一时的义气而伤了我大清的元气。范大学士说的极是，请诸位王爷一定要以国家社稷为重，这才是我大清之福，万民之福。你是谁呀？娘娘，我就是您十年前最喜欢的席娃。席娃？你是席娃？对了，你爹说过你前世是活佛转世。今天我是特地来给娘娘道喜的。道喜？哼，凭我还有什么喜事好道的？娘娘是大清的开国之母，将来要母仪天下，当然值得恭喜。娘娘，我走了。喜欢我是不是在做梦？等您，好迎接你回来啊。来，额娘，阿玛死了，您知不知道？额娘知道。阿玛为什么会死啊？阿玛是天命所限，
无疾而终。额娘，你这么说我听不懂哎。等你长大就懂了，来。好不好吃啊？嗯，好吃，太好吃了。对额娘来说，世上已经没有不好的东西了。好吃，那就多吃一点啊。你也吃。额娘，我吃饱了，你慢用。吃饱了吗？嗯，我吃的好饱，跟额娘在一起吃饭就吃的特别多，特别快。为什么呢？跟额娘在一起吃饭就特别开心，所以就吃的特别多啊。额娘，以后我们天天在一起吃饭，好不好？好，以后我们天天都在一起吃饭啊。额娘，真的哦，你再也不能离开我喽。额娘以后永远都不离开府林了。启禀娘娘，多尔衮王爷求见。他来了，快请到外边坐，我马上来。扎。啊！来，快去见你的十四叔。来。臣多尔衮见过娘娘。王爷请坐。福临来，见过十四叔。侄儿见过十四叔。起来。润福也来永福宫了。我让润福来照顾福临的。哦，有润福的照顾，那娘娘就可以放心了。是的。哦，听说娘娘回来，马上赶来觐见。自从皇上病天之后，朝中的事千头万绪，急待娘娘的旨意。嗯。啊，福临，你跟护兰出去玩。额娘跟十四叔还有事情要谈啊。阿哥来。大玉儿，这次你受苦了，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我是为了你才活下来的，因为要跟你再见，所以我才活下来。阿哥，为什么十四叔来就要把我赶出来？王爷跟额娘有重要的事要商量啊。为什么要现在谈，不能等明天啊？王爷他有急事嘛。我也好久好久都没有见到额娘了，我也是急事啊。阿哥，你是男子汉大丈夫，心眼可不能这么小哦。哼，为什么不能？嗯啊，哎呀，我的手。我你怎么这么不小心？我的满手都是血，快坐下，快坐下，我去帮你拿药，你不要走开啊！嗯。虽然来迟了一点，但是总算来了。我们以后再也不要分开了，我要跟你永远在一起。
福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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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怎么会晕倒？是不是老犯这个毛病？福临，福临，我看要去请太医啊。去找呼兰来吧，呼兰，呼兰，阿哥，阿哥，阿哥怎么了？呼兰，快把还魂香拿来。还魂香，快呀！哦，哎，不请太医行吗？我看你还是先回去吧。我还有很多事情要跟你商量。什么事？就是皇位继承的事。哎呀，这么重要的事，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说得完的。我现在心里乱得很，以后有时间再说吧。刚刚出去的时候不是好好的吗？怎么一会儿就晕了呢？公主，公主，哎，他的手里怎么有血？这什么病啊？王爷，那不是病，那是阿哥刚刚在花园里被蔷薇刺伤的。我去找药，可是我不知道阿哥什么时候跑回来，怎么会晕倒的？你还是先回去吧，刚刚你要跟我说的事我们改天再商量。这件事很要紧，越快越好。我知道。皇上病天到现在已经是第九天了，所谓天不可无日，国不可无君。天不可无日，国不可无君，亏你还说得出口。皇位空虚九天，国家政事置之不理，这都该怪谁？都该怪你。要不是你存心阻挠多尔衮当皇帝，要不是你非扯豪格出来，说不定我们八旗子弟兵已经入主中原了。哼，多尔衮当皇帝，别的我不敢说，我敢说，只要他当了皇帝，一年之内，他就可以带领我们入主中原。要不然，我多多这个脑袋就割下来给你们当朝廷。多多这句话，我倒听得进去。咱们大家想一想，当年咱们阿玛是怎么死的？是在宁远被袁崇焕红衣大炮打死的事，大家应该还不至于忘记。阿玛在宁远的时候为什么身先士卒？为的就是要取得大明的江山。今天谁有这个本领替阿玛完成遗志，替阿玛洗血耻辱，为我们消除杀父之仇，谁就当这个皇帝。我阿济格别的能力没有，我镶红旗下的200,000子弟兵就全听他一个人的。阿济格，你用不着把你的镶红旗的部队抬出来唬人，难不成我镶蓝旗的部队就比你少一个人吗？再说正黄镶黄两旗的部队现在都由豪格在指挥呢。哼，指挥是指挥，听不听命令是另外一回事，对不对？哼，不信就试试看。来呀！哎，你们这样说话不是存心要火拼，要自相残杀吗？哎，我大清今天能有这个局面，是靠了祖先的庇佑和无数人的血汗。你们绝不能为了争谁来做王位，而不顾大清的前途，不顾大清的命脉。要毁掉大清是轻而易举，只要大家伙起了二心，闹个内乱就够了。哎，哼！刚才二哥话，大家都听得很清楚。为了我大清，我想这样，我们就永立二哥李亲王为皇上。去年花里逢君别，今日花开又一年，世事茫茫难自料，春愁暗暗独愁眠。皇太极终于是因为一个小孩福临而死，而大玉儿也因此离开了佳木斯苦牢，总算是苦尽甘来了。但是大清皇帝将落入谁手呢？是豪格
是多尔衮还是二阿哥李亲王呢？一场宫廷战争即将展开，请继续收看一代皇后大玉儿。人生路平聚散场。